梦幻丁女郎就真的很厉害，她几乎没怎么跳舞，每次找她，她都很愿意认真的做事，这就是差异。走出差异，才会让老板更爱你啊！你看哇，贼女郎一知道我要找她，马上把手边的舞步放下来。她知道，I need a she，OK，I need a she。这都热度都下降。评论好了，会不会太晚？我试试看，好久没有做评论的影片了。想要来尝试一下推广，然后我们继续做我们最辛苦的事情，继续收。收东西，收东西。这老板有够现实的，自己都不做事。哇塞，这你就不懂啦。我去做事叫做什么？大材小用。哇，这么有能力，那当然要做什么事情，统整的这一切啊。如果我都去做事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来统整这一切，那还得了？你有看过诸葛孔明上场打架的吗？砍人的吗？没有嘛？他要干嘛？在后面指挥着全场，这才是最累的啊！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啊。让你们知道一下，真正的专业 professional，这就是世界 number one。你看我还要做这么多辛苦的事情，各种的开箱，一直收送礼物，我都不知道我的员工来在干嘛。我是还蛮想要这个。开这个箱子是他可以自己开啊，不要都是我啊，这我真的是有点累啊。来吃个汉堡包。噔噔噔噔，推广。来来来，我要来开箱了。久违的大老板亲自出马，世界首屈一指 Number One 的开箱影片。这个游戏一定夯。由我来开箱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这大概原本可能就是只有几万人下载，透过玩之后，几百万人下载，直接夯到不得了，太厉害了！这好像是个 RPG 游戏，感觉还蛮酷的。那用错了，建议一下，怎么有个猴子？变大了，这个猴子愤怒，臭猴子走开！那一堆猴子找到了一个彩蛋，我找到一个猴子啊！它这个图片都是一样的，在那边互换哦。大猩猩，气愤啊！我不要看这个大猩猩啊！那感觉就是玩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游戏。哇呼！来。有技术的评论，拥有世界首屈一指。有技怎么滴滴呢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首屈一指的评论，就来剪接出一个首屈一指的这个影片，不得了啊！这个影片如果不火红，一定就不是我的错。好像有点剪不了了，剪不了了。这个93，这两个我好想用到，可是用不到。用到就会有红红的。好吧，我们为了不要红红，我们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会。哎呦，买了一件衣服给我，真好，不愧是我的 Mary。来，验收成果，good good，
去吧去吧。我们的 money money 已经来到78000啦，7.8万，7.8万美元，86×24，将近240万台币，240万台币，快点快点，谁来帮我把我的游戏钱汇到我的邮局账户？拜托你们了。谁做得到的话，我愿意分一半给他。我们要修理了，电脑坏了，好好好，马上来修理。啊天哪，大赚一笔啊！我好想要这么赚啊！哀伤，默默的哀伤。又在跳了，又在跳了。你看，低女郎就是不一样。我一点他，他就知道工作来了，马上放下手边的事情，这就是差异。真的是觉得不愧是梦幻低女郎，爱不释手啊！再看看这个女郎，都要我亲自出马来找她聊天，来终止她的跳舞。哦呦呦，她终于不愿意跳了，赶快赶快再做一遍。感觉再不点他，他又要去跳舞了，真是令人头疼。嘿，去吧，去吧，修理工作站了。有，还有其他的电脑坏哦，电脑坏真大哎，这是电脑是怎样？有瑕疵哦？那谁做的啊？操作实力来一个。这么容易坏掉，工作站2的电脑其实有点想要更新呢、欸，想要再升级，升级到越来越强，越来越猛。好啦，我们等上月球，上月球再来把这些好好的更新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先来布置家，毕竟他家里的这些东西啊，你搬家他也会跟着一起搬。这样到时候我们在月球上面就不孤单了，我们有一堆杂七杂八的装饰陪着我们。嘿，你感觉我几乎要买光了吧？什么什么？让他演独角戏，聪明又搞笑啊！哎呀，好说好说，我向来都是。这个走智慧派的、啊，聪明伶俐的巧克力，哎呦，剩最后两个买齐了，伊迪啊，所有的东西都被我买了，哇，这样我可不可以成为他们的大股东，买走他们这么多东西？应该要好好来夸奖一下我、啊。夸夸我！去太空要10万美金，等于是300多万台币。哇，又是这种啊！我又要为了底下的人，我又要为了底下的人牺牲我的粉丝了。但是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人家就说为什么巧克力你一定要去呢？那是因为。我要提拔、啊，我要提拔下面的 YouTuber 啊，所以我只好让我的粉丝减少一些了。去吧，我要去了。噔噔噔噔噔，现在33333，将近33333，等下又要减少了，我真的是太难过了。Yeah! 又少了10000，看我的粉丝真的很不喜欢我。很不喜欢我去帮助别人，我的粉丝都会觉得巧克力你怎么会去帮别人？哈、啊，帮自己啊！我看你做自己的影片啊，我不要看你跟别人拍啊！就算你跟别人拍，也要在你的频道啊！他们都特别喜欢帮我说话，真的不用，真的不要这样。哎呀，偶尔
我是很有心的，提拔一下新人，让你们可以看看更多的影片，对不对？不要老是都是我的影片嘛。真的是粉丝都莫名其妙的玻璃心，这游戏的粉丝超奇怪的。哎，吃个东西好了。会，来吃个汉堡包。哇，有人说我骂 J 女郎能力低，那我呢？我的能力剪片能力虽然下降了，哎、欸，现哇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剪片能力虽然下降了，也没有下降啊，就不如他们，这才是差异啊，对不对？我请他们来就是来剪影片的、啊，我是来看着他们，看着他们这件事情，大家已经看下来，知道这是很困难的，稍不注意他就会跳舞跳到老。所以我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存在。哎，我们的 J 女郎都在拍一些操作实力的影片，感觉好像很厉害。哇，撞球台耶、欸、好猛哦、喔、他放到哪里了？二楼吗？上去看看。哦，足球台太猛了吧。真的耶，好想玩哦、喔、Mary，我们一起来玩撞球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超猛的、欸，难怪刚刚这个房间是空的，原来是要放游戏的，好猛哦、喔！真的觉得有点帅帅的。哇，梦幻低女郎所有能力101，太强大了，太强大了，靠他们就够了，一手。那个嘞，我要找 Mary 找不到。Mary 二、哦，你在这里。是我看错吗？二合一了，二合一了，有没有看到两个妹子合在一起了？你们刚刚在干嘛？为什么你们刚刚合体了？还是他坐在你的腿上？就是有点害羞害羞的。他刚一直跳跳，说什么要等伙伴完成电脑，是要干嘛？我也不太清楚。我们看有没有一些活动可以去参加的。红色舞会，全新的运动会，运动舞会。现在还是四月份，不要。五月份再参加，我们好每个月都去参加一次。我们红色 VIP 舞会获得门票。Mary， 上次 N 女郎没有跟我们去吗？还是我邀请那个、啊、三个工作伙伴，我们来体恤一下大家，好吧？然后 Mary 帮我顾家，这个家。如果没有 Mary， 他是没有办法成立的。有他来顾家，我才安心啊！随时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宵小来对我们家做坏事，有 Mary 看家就没问题了。我按错，按到合作。当然，我快要可以到月球了。